一个词呢叫做脑性男女，你就是脑性男。我什么意思呢？脑性男是怎么样可以称作脑性男呢？就是你的大脑很性感。为什么性感？因为非常聪明有智慧，你本身就是一个脑性男。你看得出我大脑很性感？哎呦，可以。你知道我大脑在干嘛吗？现在看得出来吗？你看得出来我在干嘛吗？看得出来。七早八早不要乱想。脑性感就是脑性男、脑性女。OK， 怎么样？很多人觉得艺人都不是脑性男，也不是脑性女，不等于聪明。有些人会觉得艺人不聪明吗？他们觉得我们是花瓶。但错了，其实艺人圈里面有很多高材生的呀。对啊，对啊，杨升达是吧？海洋大学，怎么样？在基隆啊，那个对啊，长丰街那边啊。错人，有没有那个比较高？顶一下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打破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印象。对，打破这个刻板印象。一起来欢迎今天特别来宾有。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首先欢迎杨升达。接下来欢迎阿扁潘映竹。欢迎谢小瓜。欢迎我这边有豆豆。陈零九创作歌手。凯西。里面很具声量的，但是应该看得出来哪边是高玩组、高玩组、低能组。没有，不是我们啊，这边有没有写？我们是高玩组啊。不用还要写吗？就跟观众看到你还要写你的名牌吗？不用了吧，对。小瓜，你在想什么？高玩就让他们拿走，他们是高玩，他们是高玩，那我不要当高玩，那我没高玩了。来，各位报告一下，今天累积分数最高的那队可以挑战我们最后一关金库密码，而且金库密码如果挑战成功，该队三名队员今天可以领到 double 的通告费。真的，我们以前过年呢，还是一些游戏，我们真讲都骗人，完全我玩那么多年十几年的游戏，没有一次拿过真的奖金，没有。但是我们这个单元真的给双倍发工资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对啊，而且那过年发红包说来发红包100块不给我们，还是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员工的交换饼干礼物。我要赢，你真的要赢是吧？好，盲剑先生脑力开发。待会呢，我们会主持人出题，听到主持人说喊抢答之后呢，就可以按铃作答。是。然后呢，如果比方说 A 队先抢答 ，A 队答错了 ，B 队就有机会抢答了。那 B 队又答错的话呢，两边都没有分数了。一队只有一次回答的机会。可是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 B 队你都一直看我们？我们可能是 A 啊。对啊，按照逻辑来说的话，我怎么样嘛？求救卡好吗？有机会卡还有主持人卡，你可以，但是一张卡只有一次的使用机会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用这张卡来获得提示。好了，准备了啊！第一道题，请问下列哪一位艺人没有演过电影 ？A. 春风 ，B. 萧亚轩 ，C. 潘玮柏。萧敬腾，本题十分，请抢答。第一关注，我刚才是知道，我们要讨论吗？我们不用讨论，我觉得是 C 潘玮柏。因为萧亚轩有演什么一个特务，跟演无间道还是什么那个忘记了，他有演过这个。然后萧敬腾自己有当过一个主角的电影拍摄，那春风应该有演一些角头那类。我也觉得，确定？对。
春烘没有。海洋大学杨森达是不同意，西小瓜。我个人是觉得春烘的。那韦伯拍什么？你说算。韦伯他我拍拍手。有可能拍过内地的电影哦。有可能啊，他之前是道义之类的，什么都应该都没有，但是他也不缺钱。我也很发愣。来，同意一个答案。我觉得就是韦伯。真的吗？确定吗？老张你负责啊。好。好，到底是不是潘韦伯呢？请揭晓答案。蒙甲，夏轩演过吴京道，萧敬腾演过杀手欧阳盆栽。没错，当梁朝伟。韦伯真的还没有。恭喜得到十分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题20分，20分，来了。请问去年热播的宫斗剧《延禧攻略》是以清朝乾隆年间作为时代背景，请问清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是谁？请抢答。这个我们海洋大学的人非常厉害，是哪位？再见，再见。这是我们给他有 A B C D 选择，你动作一定要不要太生硬啊！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声音都出来了。如果你都可以答对的话，那就厉害了。刚刚连凯乐都没有说出 A 是谁 ，B 是谁，你们竟然可以知道，大声的说出来是谁？我可以用提示啦，还是提示？我念选项给你们选好不好？对啊。A 顺治 ，B 康熙 ，C 雍正 ，D 乾隆。应该不是乾隆，因为乾隆是最后一个。用三句法。好，应该是兴隆。兴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觉得是康熙，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活到70几。岁，那雍正呢？康雍乾，康雍乾好难。他是在位最久，在位最久，不是活最久，在位最久，没有他活着他就在位，他也没有继承吧？他搞不好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有。这是雍正。说越多，更别人。我觉得提示，让别人觉得你们笨哦。提示，提示，提示，用提示，提示一下。用主持人啊。主持人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用主持人提示。哎，等下他们脸上好像怪怪的，他们好像不知道。那我们提示会真的给你真的提示啊，不是骗你们。OK， 好。但有分真的提示、假提示，你要。上面有两个人，你选择假提示啊？你看哪个比较真诚嘛？凯乐，凯乐，凯乐，哇！选我是不是？康熙来了。这是提示。请抢答 ，B， 康熙，康熙，到底是不是康熙呢？请揭晓答案。刚刚有没有想到？这是什么？这个主持人提示太烂。太直接了，你知道吧？康熙在位61年，顺治在位才18年，雍正12年，乾隆59年。哇！然后乾隆继位的时候，曾誓言在位时间不得超越祖父康熙，所以他在乾隆60年的时候就让位给他的儿子了。啊！好，接下来这一题我们念的话呢，应该代表我们也蛮笨的啊。嗯。为什么？你会念吗？请问，好，陈零九的九是什么部首？啊，可以按了。我等你们错，这题要几分？20分。
主持人提示。提示。好，提示是。刚刚他没有主持人提示，讲答案，我们来看看。我要用这个最帅的。好，他选你。你看我的提示来告诉你。嗯。高级的提示，快点。很屌哦，许志安曾经唱过一首歌，是合唱的，有三个男生唱的。路人甲乙丙丁，其中一个。许志安唱过一首歌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假我都把路人甲乙丙丁，你还停很久，你还心虚？打假，打假，没关系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刚刚他免费给我提示，真的还那么一个吗？谢谢谢谢。那么重新回到一起的起跑点嘛，对不对？之后的提示我们就不乱乱给了。那既然里面只有乙的话是 D， 我们选 A。揭晓答案。好难啊！我们最后都不让分了，就不要讲提示了。这题十分，请问 Twice、BTS、Blackpink、Big Bang 四个团体总共加起来有几个团员？请抢答。是我来，总共多少？我现在算，我是 Twice 九个。BTS 是不是有七个吧？十六 ，Blackpink 四个，Big Bang 有点尴尬，是要算现在还是算现在？现在他们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五个，这样加起来多少？九七十六，你们自己决定，自己决定。好，二十五，二十五，确定吗？是吧？我再算一次，九七十六是现在一共有多少团员？现在啊，那二十四，下一个，确定吗？应该是吧。确定，确定。到底是不是24个呢？请揭晓答案。英国研究发现，学生在哪种情况下考试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？A. 穿超人装 ，B. 赤脚没有穿鞋子写考卷 ，C. 吃五份早餐 ，D. 考时前睡五分钟。还没说，请抢答。第一碗组，以我本人的状态来分析的话，穿超人装就根本是没有什么意义，他就只是变装完来不及回家卸妆。至于赤脚呢，这个更不可能，因为脚会冷冷的，会影响到我的想法。吃午饭早餐就会更想睡觉，所以我觉得是考试前睡五分钟，因为要以前有研究，就是如果中午睡觉的时候，晚上可能睡中午睡十分钟就可以抵晚上好几个小时，就可以非常有活力。所以我选择是 D， 而且以前古代将军就是去那个监狱，看到那种死刑前还愿意睡觉的，他就会把他留下来当大将。所以跟这一题基本上是没什么关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会让他选到当大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隔天要死刑，但他一点都不 care， 他继续睡觉。哦，他上网就那个上场就可以有上网公共下。为什么他明天要死刑还在睡觉？有很长。对啊，好，到底是不是睡考前前睡五小时呢？睡五分钟呢？到底是不是呢？请揭晓答案。应该是吧？一定是。OK， 消防组，你有机会了。我觉得不是 C， 讲到讲到，我觉得不是 A。为什么？一定不是 A 吗？我觉得不是 C， 因为吃午饭真的英国研究会很奇怪。对，英国研究感觉国外就会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，有可能是赤脚。对，赤脚写考卷很有可能。我在想，我想为什么要赤脚？因为 A 就代表你对自己很有自信啊。过去，不是。你觉得自己很有自信，你觉得自己有很多能力，你就会突然很会。哎，我第一次听到陈友
有声音那么高。那是歌手对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第一次哈狼人杀都没背吗？你这边要背吗？英国研究哎，超人呢？英国有超人吗？超人哪国嘛？英国人吗？我觉得是还是赤脚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所以你也觉得 B？ 我觉得 B， 我也觉得有可能，虽然想不到为什么。对啊，确定 B 哈？请揭晓答案。其实答案呢是吃五份早餐，是啊，是正常逻辑，不是是超人装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奇妙，对，的确是 A 穿超人装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林北书都没在看，我穿个超人装，我考虑一下，有点不信。心理学教授研究发现，就是都有用功认真念书，但是人在无意识下会体现衣服的象征性的意义，所以学生穿超人 T 恤，吓坏了，就会感受到自己。我穿超人装不要打架吗？教授做的研究，所以才有一部电影才会来反讽超人嘛。对，不是是有人穿了超人装他就去抢救，是被打那个叫什么片？全身骨折嘛。对，那是什么片？绿色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他就以为他有爆强吗？之类之类的，有爆强，就是会让他觉得他有个神力，其实没有。是啊，哎，你蛮会看这种片，这种片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到底你没有考证，我不知道。真的有这个研究啦？是的，但是相信，是不是真的？不知道，下次试试看嘛。对啊，下次我穿个超人，对啊，我真的穿个预言家的衣服，我会穿预言家的。对啊，我带两个水壶量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不要。对啊，这个我不带。平民要怎么打扮？就穿农夫装，戴个毛帽，是这样，腰身也是。机会答对，请问这局狼人杀当中1到3号的发言有人在说谎，而三人中只有一匹狼，而且他说的是实话。1号发言说2号不是狼人哦。2号发言说1号说的没错。3号发言1号在说谎。是我谁？请问谁是狼人？去抢答，没错，请抢答，来，抢答，来，1号，2号不是狼，对啊，你觉得1号发言，2号不是狼？说实话，就看3号就好了，3号说1号在说谎，所以1号，1号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那这样有人说谎吗？有啊，因为2号是狼人，但是1号说2号不是狼人，所以1号在说谎。刚刚凯乐也拿着这个题来问我。我答对了，是哦。等一下再看一次哦，三个人只有一匹狼，所以他说的是实话。他说的是实话。二号不是，其实很简单啊，不要想太多。三二号是狼人啦，如果3号都是对的话，一来几号？那就是好难。谁是狼人的话，那就是2号啊。你觉得是2号？到底2号是不是狼人呢？请揭晓答案。请讲答，哪一号？3号。我觉得应该是3号。怎么说？因为那个数字都没有出现3号。3号，我觉得应该是3号。怎么说？因为那个数字都没有出现3号。你看推理成分了，对啊，对啊，3号就是1号，不会这个逻辑，因为1号、2号里面一定有一个人讲的
的是假话，就是真人里面讲的是假话，但他又不是狼，所以三号。好，那就三号是狼。三号，到底是不是三号是狼人呢？请揭晓答案。说实话，则一号说谎话，对，因此二号是狼人，但代表呢，二号说谎与狼人说的实话这一点相互矛盾。三号如果说谎话，则一号说实话，二号不是狼人，那么狼人就说实话的一号，就是说实话的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其实陈林九一开始答对啊，然后后面越来越复杂，对，后面想怪我了，好，接下来，请问歌神张学友在香港除了是殿堂级的歌手外，更是一名实力派演员。请问下列哪一个奖项是张学友大哥没有得过的 ？A. 金马奖 ，B. 金像奖 ，C. 印度影展 ，D. 东京影展。请抢答。哪一个？你会吗？是我们。会想走，你来旁边。张学友会去印度吗？有可能，他们现在这个题目都这样，越不可能的越有可能。他得过金马奖吗？他是歌手。印度影展，金像。印度影展有可能。能够呀，有可能。但是我觉得最不可能，确实就是印度啊。没有，那就是一定。那我觉得不要选印度。能多呀。反向思考，反向思考。金像奖是香港。香港，那一定有。那应该有。A、B 应该都有嘛。那我们从金马 A 跟 D 选一个。金马奖他是不是有去唱过歌啊？他有演那个吗？他有得过。他有得过金马奖吗？好像没有印象有哎。选金马好了。是东京影展。可是那种好不可靠哦。可考啊，因为都有新闻报道。对，但我们现在的那个资讯没有办法。三、金马好了，金马奖。凯西说张学友没有得过金马奖。我们是凯西，我说东京，我们一起说的。你们一起说的。凯西说他应该只有在金马奖唱过歌。是吗？可能唱那些就经典的那种电影，是谁在悄悄我唱？张学友会模仿啊，是不是？待会嘛，你们没答对的话就换那边了嘛，他就可以模仿了嘛。有没有答对？所以是金马奖对吧？对，金马奖。到底张学友有没有得过金马奖呢？请揭晓。金马奖的，他得过27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，谢谢谢谢导演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各位支持。好，请抢答，不抢是不是？谁有你本人抢答？谁有？基本上我得奖无数，那我得过奖项呢，我也数不清。但是那个印度的这个影展呢？之前他要求我去唱那宝莱坞组曲，歌词记不住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印度影展。印度吗？我觉得。我觉得到底这么简单，都 OK 吧？同意。到底张学友有没有得过印度影展呢？请揭晓。印度影展最佳男主角，你是不太清楚，但张学友没有得过东京影展。2002年东京影展最佳男主角是提名，但未获奖。但是香港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，他获得了25，还有第32届。厉害，厉害！你来给你们看啊，去回去复习一下。下一题，这个有二十
十分，请问熊龙虾为了争夺配偶，竟然会和对手一起做什么呢 ？A. 喷尿长胸 ，B. 优雅起跳舞 ，C. 帮对方洗澡澡 ，D. 追着对方跑，请抢答。我觉得喷尿，因为跳舞这种事情很难定义啊，他们在水里面就是动来动去，不算是跳舞吧？洗澡怎么洗？又不是猴子，对不对？龙虾，洗澡怎么洗？不可能，追着对方跑，感觉好像也不是太拟人化了。我觉得喷尿真是多，我觉得可能是喷尿。在水里面怎么会喷尿？对呀，看不出来。什么尿虾不就是会喷尿吗？看不出来，在水里面撒尿流完的，在水里面尿，对不对？就已经活。虾的世界他们看得到啊。虾的世界他们看得到。对，追着可能追着他们跑啊。可是那感觉这是求偶，就是不是两个在争夺。就去卖照。我觉得喷尿，因为他一直想要叫我们选别的，我也觉得像喷尿。那就展胸，好，喷一下。虾的粉丝们，凯西说，展胸，啊，虾的朋友们，虾的粉丝啊，虾的粉丝，那鱼的百分百，虾的粉丝，你干嘛？没有人很喜欢虾子啊，对啊，键盘攻击凯西啊，到底是不是呢？请揭晓。好，接下来成语名落孙山，请问孙山考了第几名 ？A. 第一名。第二名。B. 倒数第二名。三 C 最后一名。D 落榜没有名。请，没有，还没，请抢丢，还没。哎呀，我们丢了，请抢抱我。抢到他！接着，哎，我们来，请告诉我，我觉得是落榜，落榜没有名，名落孙山哦。嗯嗯，确定吗？应该是吧。到底是不是呢？请揭晓答案。有的。所以他代表孙山，孙山是表示孙山是最后一名啊，他比孙山还后面啊，就是他落榜啊，所以孙山应该是最后一名吧？名落孙山啊？不是啊，你名落，没有，那你是应该倒数第二，对啊，他落第二啊。对啊，如果你的意思是这样，因为他倒数第二最合理嘛，因为他落，对啊，落在孙山后嘛。对，因为孙山，那你最后一名，你孙山是没有考上吧？所以他在最后一名的后面，不就代表他没考上？那就是他最后一名，就是反正现在就是，可是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听得懂啊，可是不是吗？他落后在孙山的后面，孙山的后面，因为孙山是最后一名，他在他后面，他不就没有考上吗？对啊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吴敬凯第几名呢？谁是吴敬凯？他同学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是？就跟小姨啊。是哪一个呢？那就 C 最后一名。确定？孙山的粉丝。前面好几集都是凯西打鸡哦，刚刚还好像有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他落榜。哇，不是冠名落选的。陈金九，你去那边了啦。产量竟然要 A 给母牛看公牛。
牛的照片 ，B 每天喊母牛的名字 ，C 播放小牛的喘息声，还是 D 撒公牛的尿在牛棚？先抢答。来，地能组。我尊重一下，真的是。我是不太确定，我觉得可能是 C， 有直觉。C 对不对？小牛喘息声，他就想要泌乳，对对，就跟对就跟听到娃娃哭一样，知道吗？因为英国研究就是要很不合理，不然我们提示好了，那我们也快啊，史书已经提示，快结束了吗？就差不多嘛，对啊，快结束了。史书已经提示，可以使用了，先拿，先稳稳拿，机会，机会提示，嗯。好，机会提示我们用三句法。我们三句法，我们告诉你哪一个最不可能，你们可以先把 C 删掉。把 C 删掉了，对，没了，我们提示啊，没了。好险，有用提示。对啊，这很重要的提示哎，只要 A B D 而已。要不然英国好像要再荒谬一点。嗯，基本上喊他名字基本上是没有。给母牛看公牛找人。没有，因为里面只有那个牛不会看到，撒那个尿才关系到费洛蒙，才有那样影响到身体，不然剩下都是视觉上的东西。可是喊他名字会不会？哎，他要去。Actually 的十六只奶，十六只奶是 Actually， 你会取名叫 Actually？ Mary， 他一直听得懂啊，好紧张哦，然后他就一直有奶的，他这样，所以你没有可能丢起来。喊我的名字一般是人类才会开心啊，另外一名，另外一名，另外一名，讲我，讲我，他那个就是这样的意思啊，是不是 ？Mary， 好像会。来讨论一个答案哦。谢谢。好，来尿啊，尿啦。因为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。对啊，对啊，在 Emily 啊。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在看你。对啊，因为你眼睛在旁边，他眼睛分了开，不是分开。所以你跟面对面哦，他眼睛还在旁边。尿啊，尿啊，尿。好，尿是不是？尿在他身上。尿在鸟，尿在鸟。到底是不是？请揭晓答案。来给我们。英国研究，看照片，照片，给母牛看公牛照片，不是看公牛，是看 Pippen 还是 Michael Jordan 呢？可是不是，不好笑对不对？不好笑，看公牛啊 ，Animal 要看动物，跟 Animal， 刺激他的一些乳腺，眼睛都可以看对焦吗？到底是不是？哎，那请揭晓答案。是 Ashley。这问题干嘛不问雄性？养殖业者呢？养殖业者，养殖是谁？养殖业者帮母牛取名字，并且每天保持呼喊母牛产奶量可以提高35%。真的假的呀？好厉害！真的假的？他名字是什么？很强耶！真的叫他名字？他们真的听得懂吗？可以啊。动物，我相信你叫久应该都可以听到，你要懂就是熟悉而已。如果他要养100多头牛怎么办？那对啊，他怎么知道哪一只？他要叫错怎么办 ？Mary Mary， 然后等他，牛在一起，又不会出来了。现在的积分是60分，英文组是30分。放弃了啦，放弃了啦，还有机会吗？还有最后一题吧，还有机会啊，还有哦，还有。请问，海獭睡觉时和同伴手牵手是因为 A 避免飘走 ，B 互相取暖 ，C 怕溺水 ，D 感情好，请抢答。来，绝对不是英文组，互相取暖，对吗？是吗？他们毛比较厚，他牵手哎，如果取暖，他应该要抱着对方吧？真抱，他没有办法抱吧？而且怕溺水啊，就是会游泳的，怕什么溺水啊？感情好，他们应该怕游，怕游走，怕飘走，怕飘走嘛？那不是他们虽然躺着，之前我看那个动物园影片，他们两只飘来飘去，然后就这样牵着飘来飘去，像飘的这样，蛮好玩的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最后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就是他们就是真的手这样的，很可爱，好可爱哦。对，同一个答案哦。那 A 好了，就是 A 是不是？避免飘走。到底是不是 A 呢？请揭晓答案。结果是互相取暖的神器。10分，进行下一关，分数大放送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分数大放送来了。真的，我们采过公
互题目，然后你们听到主持人喊说请抢答，就一样用按铃的方式抢答。如果猜不出答案或猜错，就换敌对，一样是这样的方式进行。好嘞，彩木，请公布题目。好了，现在50岁以下的国语金曲歌王，例如陶喆、阿迪亚，这两个例子不能再讲了，不能讲了，江满是不是？请抢答。啊，高文祖，50岁以下嘛？对，嗯，萧敬腾，还要救吗？林俊杰应该有吧？有吗？林俊杰。陈奕迅，50岁以下，哎，蛮强的，很多啊，其实很多啊，我唱一遍给大家。那个谁没有？卢广仲是有，卢广仲有吗？好像男歌手有吗？金曲歌王，我是新人奖，没有，他是新人奖，是新人。金曲歌王，小雨有没有？有想那么久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好难哦。先讲那个啊，哪一个？来，我们换另外一边。来，请讲答。你说。曹格。曹格有没有？有。再来。卢广仲有没有？卢广仲没有。好，来换这边。天哪，还有谁啊？很多啊。还有5个。有一个字跟陈零九很像，陈什么九吗？李九哲啊，小李九哲有没有？哎呦，啊，谁啊？加油！还有，最近有谁开过演唱会？加油！歌王，还有谁啊？那个很爱跟阿妈说话的，消防旗，消防旗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公布其他的解答，请看。来，好棒！好厉害，手都飞了。真的，忘记玩猎头了。忘记。好厉害，萧敬腾也有。哎，好，刚刚王主有110分，电影组呢有60分。所以更证实的分数都代表了一切啦。恭喜高文祖可以参加我们最后一关金库秘密。恭喜高文祖，他们派硕士凯西来挑战，如果挑战成功，你们3名队员今天可以领到 double 的。哎，为什么会派你呢？不是派我不知道。他一教我拿不出来。对啊，我还没睡醒。对，他可以，我刚教你，我教我用方法教他。想到失败我被骂，没有，没事，因为我特训他，因为他昨天玩狼人杀玩太晚了啦，我特训他。哎呀，太困了，想睡觉。好，但是 OK 了，凯西应该是蛮聪明的。对啊，好不好？一次听完九组密码，限时1分钟，要按照密码顺序打开金库。好，加油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请就定位置。请开始。左一，右四，一四，左九，
七四九，右三，一四九三，左七，七，一四九三，七六，左二，一四九三，七六二三，七六二三，八，八，七六二三八，一四九三，七六二三八，左一，一四九三七四，右四，九四九四，七六二三六八，九，左九，二三。左九，右三，哎三，一四九三七六左七，好强哦，右六，二三八，左二，右三，左八。结束。真的恭喜我们高玩组今天的通告费。刚刚其实他们有在私底下教我们一些小撇步，对，他就说像比如说用自己的专长，对，比如说左二就自己要有一个脚，你的健身方向，然后就右八，然后最后就九八，这样子，只要你没回到九三，然后就记得第五组，所以今天这个第三组你们佩服吗？我们很佩服，因为刚刚他那念完，我站第一个就忘记了。高玩组就是高玩组的，所以以后他们说他们高玩，你们不能有反驳，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？有没有工作上的？哦，最近就是在发我的单曲，就是之前说过今年的计划就是每一个月两首，那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二首了，这样子大家可以上网去听一下。好，那其他的有没有？非常好。